紧接着下来要出场做演出的是编号十号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附设大理生活旗舰店，另外呢也请编号十一号永兴康复之家请到准备区来做准备。好，现在呢登场来做演出的草屯疗养院附设大理生活旗舰店，他们要带来的呢是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加上周杰伦的 Mojito， 由他们呢所组成的一个团体要结合木箱鼓还有舞蹈，借由曲目来传达再大的风雨我们一起走过，因为有你有我崎岖的路途，有你在我的身边倍感温暖。而且他们特别写了我们有信心拿下冠军，在庆功宴上杯光相碰，喝着呢甘甜的 Mojito， 到底有没有冠军相呢？请大家现在就掌声一起来欣赏他们的演出。大理旗舰店三三九，是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
Kate。谢谢，来自于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附设大理生活旗舰店，为我们带来的木香鼓结合舞蹈的演出。